会，谢谢，谢谢，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活动圆满成功，耶！高屏社区。高屏社区长辈圣诞快闪 7-11 一日店长体验，桃园市龙潭区高屏社区发展协会于圣诞节前夕特别为长辈们举办圣诞趴，在铜锣圈 7-11 便利商店体验一日店长及快闪活动。24日上午10点，快闪演出3首曲目，长辈们都热情参与，大家都玩得笑容满面，不亦乐乎。在地议员及助理们也和长辈一起度过快乐的圣诞节。随后一起体验一日店长活动，首先穿好制服拍照，然后带着笑容欢迎客人光临，到结账的收银机都操作得有模有样。高屏里苏里长也买糖果请长辈们品尝，高屏社区理事长温宝珠操作收银机结账，发现里长悠游卡存款不足，苏里长立即加值1000元，消费200元，也添增了体验活动的趣味。谢谢啦，妹妹。谢谢，谢谢。市长来，来，刚刚我来捧场一下，对对对，好，市长来，让你熟练。这个两包一起，再按一下，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再来个 C。好了，好，下一位。83岁的大姐李红妹表示，第一次参加这个快闪活动，这么好玩的，这个叫做我们是高屏社区快闪。我们大家都练习了好几天了，都很紧张，紧张到睡不着。哎，没想到，哎，大家都还不错，
我们要体验一下那个这边的店长，大家玩得很好玩，年纪那么大不曾体验到这个，真的很棒，很好玩，非常的好，非常的棒，体验很好，很棒。长辈们的专心投入和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敬佩。请问一下理事长，今天体验店长哈、哦，感觉怎么样？大家都好高兴哦，不曾有这个活动哈、哦，来今天啊、哦、有这个活动，大家都玩得很愉快，快乐。对。刚刚店长一共赚了多少钱？赚了多少钱呢、啊？几百块有吧？我看里长1000块一下子就不见了。对啊，所以说这样子体验的话，大家都好高兴哦。他说剩下800块，买糖请大家吃。公民记者黄瑞芳龙潭报道。OK。